在上周的《我就是演员》中，人气演员王小晨不仅成功晋级，还在本场的所有竞演选手中获得影视化表演资格。由陈冲导演监制，王小晨与何伟共同主演的影视化作品《公交车上的曹操》，也因现实主义的题材和两位演员全程在线的演技获得好评无数。在剧目中，王小晨将一个对戏痴丈夫绝望无奈的妻子形象演绎得惟妙惟肖，尤其在带着丈夫老何走进民政局后的一段对白直戳人心，没有撕心裂肺的嘶吼，没有过多的拉扯，一句四十了，你不干演员还能干什么，也是引人深思。王小晨在青年演员中的演技确实可圈可点，这次的影视化表演也和他先前的影视形象有了极大的反差和超越。不少网友纷纷留言，小晨，你又一次把我弄哭了。小晨姐姐的业务能力真的太棒了，用角色诠释生活，用演技征服观众，王小晨你做到了。